今天我們來到 The S 36的一個單位去看看，這個是一個示範單位，這個項目就是由星霞啤酒的老闆去打造，即是旗下有這個樓宇的項目，現在看一個就是73.5方的單位，現在可以看一下直播。咁啊，左邊呢度咧就係、是、客廳啦，跟住咧就係、是、裡面呢個就係啲主人房，跟住就係啲客房咁樣嘅。咁啊，亦都會有master bathroom 啦，同埋另外一個嘅客廁所咁樣嘅。咁我哋可以入去睇下。咁啊，一入門口啦，就係、是、個 open kitchen 咁樣啦。見到呢度示範單位裝修，到時就會包埋牆紙嘅，咁可以睇下啲牆紙嘅質素。睇下呢個客廳咯。這個項目就是通羅的 BTS 站的，距離只是2分鐘而已。通羅這個位置其實就是在整個曼谷區來說都差不多算是最貴的地方，等於香港的跑馬地一樣。我們可以進去看看其他的設施，這個是個洗手間，看到一些雲石的磚，到時都會包埋。呢間客房啦，然後就有呢個主人房啦。主人房都相當之實用啦。咁啊，經過啱啱主人房入去呢條走廊，可以見到有個衣帽間啦，有個衣櫃啦。咁啊，張細嘅書台，然後咧裡面亦都係有個主人房嘅。浴室，咁啊見到呢度嗰個浴室都相當之大，可以擺到個浴缸同埋企缸咁樣嘅。